是刚刚列车长在109年7月8号瑞芳站中央站9:22出发的是4022次将延信号42星的超优子微笑号去见快车100米超感动了，那下面干嘛的？你们都在听我们的地方。瑞芳站到了，瑞芳站到了。老板，02次降延信号42星了。超优子微笑号去整块站81800，在瑞芳站停啊。那现在干嘛？咱们都掉我们大吉光片，真的啊，拜拜。我看看这里就拿得见。4022次江阴银行42星的超值用8888，微笑号金快车台，让那银行谢各位再见。